没用的东西，对不起，没有残废了。请你不要这样说景城。我就是，江景城死残废、臭瘸子、丑八怪。既然你们这么瞧不上他，何必答应这门婚事？为了利益答应结婚，却又让我代嫁。不守诚信的是你们，撒谎的人是我。江景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还敢顶嘴？ 四叔，你跟你妈一个德行，下贱！江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看你想怎么死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用代驾新娘糊弄我，就是英雄江家，羞辱江家。 不就是找死吗？不，我没有糊弄，我有证据。